可唔可以俾我用下？好啦。出面唔系一个大草原嚟嘅咩？你睇下，真系大草原嚟噶，你谂得太多啦。不如试下由上面离开啦。你要小心啲，唔好跌落去啊！得啦，放心啦。你而家算点啊？临阵退缩。嗰只系怪物嚟噶，你慢噶，你唔要命，我要啊！你怕咩啫？就算要食啊，都未轮到你啦。你简直系癫嘅。
我哋嘅环境充满住新旧交替结作，一间铺头，一个图案，一块街砖，都系心血结晶。我喺呢个流动嘅空间见到好多嘢，谂起一个老人家，一个被大时代抛弃嘅老人家。不过无论环境系点，只要有探索嘅童心，愿意行多一步。你都一定可以找回自己的梦想。又死一条。如果你继续留在这里，咪等同我哋一起等死。四香港小姐竞选决赛投选冠军，有机会做车主。今晚九点决赛时段内截止，请即投票。香港人梗系勤奋拼搏，所以我都要做呢个超人生活。你唔放弃先最难，因为冇放弃，所以终有机会。好在我哋香港人系适应力好强，香港人梗要大胆开拓。成唔成功咧？開始嘅時候，苦盡甘來咧，原來都真係有人覺得有價值嘅。香港人去到邊度都唔會生存唔到嘅。我黃宇興深入漂流社群，親身感受呢一份香港人精神。《香港人漂流記》星期一晚10:30。设备关乎生死，想保障人命财产，一定要妥善保养大厦嘅消防装置。违例者最高罚款50,000元。无线互动新闻台 iNews 推介节目《讲清讲楚》，畅所欲言，言无不尽。《讲清讲楚》今日互动新闻台。
杂志女主编题队，女性扬眉，横跨欧亚美，奇风异俗，难以想象。正视世界，重视生命，尊重不同文化，以快乐将地球引领。奇风异俗万里行，今日下午5:30，高清翡翠台。真系冇鬼用，揸架车都揸。喂，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？哎呀，你听唔到咩？哎呀，你撞烂咗我啲纸皮啦！唉，好彩冇事。你系边个啊？啊，我都唔识。空话咧，我就系呢个音乐弹吉他弹到出神入化嘅苏氏啦。老懵懂啊！你对唔住都冇声啊，仲要唔睬人喎？哎呀，都费鬼事理你啦！唉，咦，爷妈妈，咪鬼嘈生晒啦！嘥鬼气，唉！唔怕，攞唔到咪攞个第二样咯，嗬，猫猫。嗯。条街度咁多嘢可以揾啊，猫猫，话唔埋听日我哋有好嘢执咧。咪又系垃圾。梗系唔系咧？嚟到我手上就变成新嘅嘢。这是新的开始啊！我只是知道我手上就得翻一条就嚟死的鱼。